你看他一直在游泳，我要塞车了啦！又要塞车了，老板塞车了啦！不乖乖听话，可以这样子的哦，不想见，不是啊，想看你了，你等啥车走？你可以请他乖乖的游泳吗？撞到底哦！对，就是这样，不乖乖听话。我就用这个，第二天把他抓到警察局哦。什么是阿玛尼考？